好中意佢啲速剪，我唔想佢嗰啲咩洗剪吹，我劲唔中意洗剪吹，唔知点解要吹咁耐，唔知点解搞咁耐，又要洗啦，跟住洗完啦，跟住又要整干佢，跟住又要洗头，好麻烦。同埋之后我都想学自己整，自己整个头。系啦，咁啊去一啲速剪嘅地方去剪发啦，跟住去一去咧，啊，发现嗰个速剪嗰个咧，竟然执咗粒。哇！我帮衬咗唔知咩三年几，谂下先，应该唔止三年，四年都嚟紧。帮衬咗佢四年，一句声都唔出就走咗啦。哇！嗰一刻即刻天堂落到地狱。本身我出街咧就谂住剪头发，跟住嗰日我冇剪到头发，心情太低落啦，实在，所以就冇剪到。跟住第二日啦，啊，第二日咧，啊，的起心肝去剪，因为真系唔得，太长啦个头。跟住我同嗰、那个。速剪嗰个人讲、啊、我想剪短，跟住中间留长、啊，左右铲短，中间留长，系、啊、啦，就系咁讲啦。跟住咧，佢就话：哦，清爽啲嘛，系嘛，清爽啲 ，OK， 冇问题。跟住咧，就即刻帮我剪啦。跟住咧，开始剪，哇，唔对路喎、啊，乜料咁短嘅、啊，知唔知劲短？跟住我发现，哇，佢左右铲到劲入啊，系啊，我应该系第一次铲到劲入个头。跟住咧，其实中间嗰度咧都唔系话真系好长。好短啊，系啦，第一次剪完之后，哇，劲核突，完全唔掂当啊，剪到劲短啊，你嗰个样咧，我自己觉得啊，嗱，我搵幅图俾大家睇下，一幅 online game 嘅精，啊唔系 online game 嘅重嘅样，我特登搵咗啊，因为其实本身我谂住同啲朋友 share 我个头嘅样咁，但系最后都冇，但我系搵咗只重出嚟嘅，咁啊，大家都可以代笑啦吓喺度。应该踢错咗做留长，我都唔知道，至少我话中间要留长，长少少，哇，佢知道劲短，影相放 I G， 比比了头，比比了都冇咩啦，比比了都冇咁咩真系，嗯，好，好睇唔代表出嚟咩啱。唔一定，日式嗰啲其实都叫做易啲嘅，我谂，即系叫做好睇。好嚟啦，呢幅系咩啊？哦，系呢幅。咁啊，呢幅就系头先我想剪嗰个男仔个头咯。最左手边嗰、那个，依家画面最左手边嗰个就系一个主唱，我都几中意。咁啊，我拣嗰幅图咧，咁大家如果有，如果你系有玩过嗰只 game， 你一眼就知道系乜嘢 game 嚟嘅。公开处刑。当然买日式假发顶住，要清爽啲啊嘛，系啊，要清爽啲，真系够晒清爽我个头。好嚟啦，我觉得能够代表到我一开头剪完个头咧，只有呢只重可以代表到我个头嘅，黐线嘅真系。有人玩过啊？呢个咩嚟？识呢个咩嚟啊嘛？黐筋嘅真系。救命！发型师好多净系识剪一副，系啊，最惨就佢净系剪嗰几副。哦 ，OK， 剪短清爽啊嘛，得剪短清爽，哇，真系好清爽啊！顶，尼加斯内件件系一击必杀啊！黐线嘅真系。